大好之心相当当，海中的我已经完成了，现在攻克第二个房间是我们住的房间。哎呦，先切笔纸吧，咱们最佳配合，最佳搭档，赶紧过来。然后在里头贴两溜，哎，两多好！羡慕猪猪姐，好漂亮，可以。那你当时让你睡一楼。那不是。海主主要先给我睡一层，你知道吧？对，我不敢跟恁抢。哎呀，好可怜他。又是老搭档了，恁俩。又俺俩会贴了，他这直接贴我吧。不是，今天隔的是个桌子啥之类吧？我出来有个这个印儿，铁头帮吗？铁两层都够了。要不然还能铁多少层？我都说了，我有的拿熨斗给二奶奶没有头熨熨。熨不平，我也好皱眉。好皱眉。咱家有熨斗吗？来给二奶熨熨。没有，咱店里有刮烫机。明天上俺那儿用刮烫机给你熨熨。从哪儿翻接？那不能这样，不能贴了是吗？从哪儿翻接？是时候展现真正的技术了。没牙贴贴完了，不敢干。那是故意的吧？没有，觉得有点吵。我直接听不上了。哟，姐，咋回事？等会儿。我说白大说不粘，知道没截掉。你后头弄了点儿，你应该粘上了。你以后再按着点儿。对，左那万一种，再有那万一种，骨子那一种。三万多块钱。三万，那啥子整？那是不是贴了好了吗？好久不验收了。对，验收的主要是不高。下一个房间就整你了。说了就好，光说的。是你也不用整你的床，只有一个床是吧？下次真的都搞定你了，我放你吧。我等着了。好。